大家好啊！现在我躺在床上，然后素颜的样子，披头散发。我不理了，因为现在已经是1:18，一点了，是时候要睡觉了。可是睡觉之前呢，来看看我们今天到底学了什么东西呢？好，我再看回我们第一支影片之前讲的这一本书。那上次我们讲的是方向，上下左右，东南西北。那其实方向还有一些要补充的啦，就是这里、那里、外面，然后前面、后面、中间，还有正中间。好，我们先讲前面后面。 OK， 前面叫做 my， 后面叫做 ushiro， 那中间呢叫做 naga， 那正中间呢叫做 man naga。 那个 man 呢是一个真正的正，那个 kanji真，然后一个然后一个中，就是慢那个。好，那说这里，这里叫做ここ，那里叫做あそこ，然后外面呢叫做外，就这样啦。方向的那一面的单词已经学完啦，希望明天可能还记得哦。 OK， 拜拜。